我想说完了，利路修是一个就印象里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，我想说两个人不会陷入冰点吧。上微博搜索完美的夏天，参与完美度假任务互动，为嘉宾制定攻略。人家去跳伞，我们坐在这里会不会被这个节目就是这样，要得去要得不去，这里挺舒服的，不冒险是挺舒服的，但凡冒险我就废。你会游泳吗？我不会，我一切体育项目都不会。海南干嘛？你来海南之前得学游泳，然后才来。我可以看海吗？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。哎，但我很喜欢一个，就是俄罗斯的女团哎。谁？就是唱那个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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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nly me。啊。咪咪咪 only me。咪咪咪咪咪咪咪。对。咪咪 sexy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很像 Pussycat Dolls。就一个女的唱，其余的女的跳。你是哪一个年代？我是哪个年代的人是吗 ？Pussycat Dolls， 太久远了。我还在上小学，他们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也其实上小学听他们的歌。Don'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hot like me? Hey， 你现在多大？哎，这是一个。反正是大三十一六。喂，师傅到楼下了吗？师傅也没有那么老。好骚，我三十五。那跟我说的差不多。你是多大啊？这个我听过。27。好，27。哦，那也不小了。噔噔噔，这很久远了。对，就是我给你写歌，从你的年代听。嗯，喂喂，蛮妙的哈。他突然说一句话，你会觉得很渣，但是很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愿意怼你，说明他想跟你做朋友。如果一个人懒得跟你说话，